5月23日，演员钟欣桐的最新时尚大片曝光，颜值回春，每回颜值巅峰。阿娇用手扶着围栏的动作，看起来带着几分漫不经心，但又十分有气质，可以说是每回了颜值巅峰。另一张图中，阿娇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素净。看到阿娇的最新照片之后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，都在评论区留言，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不少网友都觉得阿娇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，还有人直言说，这颜值真的是无敌。其实此前一段时间，阿娇频频因为被拍到身材发福而引发争议。图中，阿娇出席某活动时，身穿一件黑色印花连衣裙，身材看起来是比之前发福了不少，但阿娇的颜值还是非常在线的。阿娇发福的消息发酵得很快，不久之后，阿娇也对发福做出了回应。阿娇表示，她是为了拍戏更好地塑造角色，最近每天都一天吃五顿才长胖的，有时候还会吃到想吐。总的来说，阿娇还是很美的，希望她能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。